可能会往炮楼啊，他们应该会往炮楼顶。手捏炸弹，哎、他妈这么小的圈三十多个人，加大分儿，顶住压力，加大分儿。我操，这个拿大喷子的是真狗。我跟你说，玩喷子的，我跟你说一般都是追。我操，瞧得很近的那种，二三十米，这种十米以内的追，我操，跳起来就是给你喷子，躲都没法躲，我操。那个我那个大哥他妈的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他往左边拉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哦，那是他们拉的吗？但是我看到那边有人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拉走了。先头有人、啊，先头先头，前面那防区在。六九啊！吞吞野蛮，吸圈吸圈！我操！我操你六九啊！这圈只能往这儿红点往右打。要么现在顶那队还。对，现在顶啊，只能现在顶了。走走走，那就走。那就走，我怕一会儿顶的乱七八的那队人拉过去了。有人，好兄弟们，帮你有人，现在炒房子。哎，左边来抄，左边来抄，左边来抄，后面，标记了一处，往路上，吉普上，这还有，前方有危险，真的硬，我操！可以可以，有不行。顶到前面，得顶到前面。得你得顶，顶两个过去，顶两个过去，我能把这个后面这个卡死，我把后面卡死才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山在圈吗？那个山。应该在。前方有危险。不在，那个山不在圈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，这边在跑，这边在跑。顶上有人啊！他们后面那个山。去烟，去烟，去烟！上，去烟！我来，我有。这是个斜坡。阿豪，你小心左边反坡，左边反坡有人呢。吸圈 ，OK。吸圈，那这个圈吸不了了是吧？哎，牛片。我操，吸上来了。你走，咱俩往后退，咱俩不能倒。毒死了，那毒死了。死了，你妈打的好残呀，都妈的。操，怎么没人头啊？管哪里有人头吗？山上又毒死一个，我操，我也没人头啊，零杀呢。前方有危险。脚下围墙和防区都有人。要顶上来。前方有危险。那拔雷啊，给他拔雷啊。炸死，我炸死两个。啊，没了。我操，一个没杀。这都能吃鸡，一个都没杀着。我操，九分啊！